啊，各位乘客们好，我是薛鹏的西瓜，年前最后一波手机啊，准备发走，发走就要等年后修了啊。然后我们来看一下，前摄影怎么样？这是外形，感觉不错的啊。这是两个，然后我们先看一下啊，都是完美修我的，完美，完美，完美，这个苹果完美，这是一个华为，我们看一下啊，这是老铁，广东老铁，飞加保有两个飞加二，都是不开机修图版的啊。这是一家也是修图版的啊。然后这是OPPO，它是动态机啊，放框，放框，还要换安装屏啊，应该怎么用？没问题，没问题。然后这是一个苹果的啊，我查 S Max 的，一个卡顿的啊，完美。然后这是一个内蒙古老铁修的这个奥迪的啊，它是换屏幕啊，它就之前这个屏幕没线啊，我换完还是一条线，它是不影响使用啊，但是它换外屏啊，换了一个盖板，完美啊。有华为、苹果、OPPO、一加、飞加啊，这些型号都可以维修。啊，不对，500块钱是什么问题啊？正规的还是拒绝的都可以啊。应该感谢这是老铁的退休啊，这个是购地的购的损的啊，我有时候记不清是哪些损的啊。好，就拍到这里啊，这是最后一波视频，马上回家拿钱去了，过年休息。谢谢，在你们那个年过了，帮你拍这个。